我也很爱。感觉听不出来我在唱什么啊？四年的钢琴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A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2022动漫歌曲猜谜，耶、yeah! ！那今天的规则的话比较特别一点是，我们会从第十名开始猜，然后猜到第一名这样，它是有按照顺序的。然后它都是去年发布的歌曲流量最好的，然后电影版去掉这样，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海贼王的歌。好，那各位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请记得下方订阅，喜欢全部点起来。对，然后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啊，从我左边是慢慢，耶、yeah!。你们不能因为介绍第三次就不嗨，来下次啊，是吧？哎，这介绍三次了，好累啊！我们就开始今天猜谜。啊？哎，可以是抢答？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是抢答。我以为是要因为不稳。啊，没有。播到一半就可以。播到一半你可以先按，但是答案你要播完再说。再说，对。间谍加加酒的喜剧。哎，间谍加加酒，对，喜剧错。我不是喜剧哦。哦。啊，是间谍啊！是啊，是 OP 啊，是 OP 啊！对，他忘记 OP 了。可是他 OP 叫什么名字？反正记得吗？有吗？反正不会是新演员那首。对，没错，不是新演员。没有，没有嘛。OK， 答案，答案。答案是加加酒的 OP 2 Souvenir。好像 Souvenir 是不是？我天，歌名好难啊！歌名是给杆子的吧？第二题。第二题。插曲哦，我先猜一个吧。就是那个死神。不知道来干嘛的。我先猜，但是你上两集第一。夏日时光，错。我不会。第一插曲。听起来很像。现在间就 OST 的那个。对。哦，很明显的。那个彻夜之歌。对。哦。他的歌叫《谈天》是不是？什么天的？没有，《谈天》是一个，《谈天》是一个，那个是一个。歌名不知道哦。不知道。歌名是《堕天》。堕天，我是有点厉害。你也蛮厉害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你有点厉害，你有点厉害。猜。猜。这很抒情，抒情的歌配的作品，感觉这部作品有死人。我想一下，好了。哎，这里干嘛？睡觉。不行，给我起来。B。怎么都有料？毁灭之刃。正确答案。有没有名字？没有名字，因为我没有记他的这首名字。是 A 美的吗？A 美的。我在想他的歌名。你们歌名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哎，这里有吧？A 美的歌名应该都是英文的，不一定。没有不一定。檀香散歌那首不就是中文？那就是这首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啊，他 OP， 他 OP， 他 OP。这首是 ED， 对，这首 ED。没想法，来。中文名字是晨曦将至。晨曦将至是吧？啊、OK。这边看就是感觉会讲，对，没错。他说：“晨曦将至。”然后不打住。他刚刚是发动宝具吗？还是哎。会有重复的吗？我的作品会有重复的吗？歌曲不会有重复，但作品会之类的，因为它是播放数啊，有可能。对啊，间谍加加酒。对。哦 ，OK，OP 嘛 ，OP。我知道是 OP 吗？对对 ，OP。它是有 B 吗？还是没有？可以 B， 可以 B 了啊。嗯。啊，他我刚刚还有讲过，为什么我刚刚忘记了？再來就是第五名，哦，是第六名的嘛。好，再來第五名的。来，杰哥，我刚突然脑中想不出答案。那个作品，国王排名，正确答案。然后裸之勇者，正确答案。哇！干你一醒来就是他妈，醒了！你刚刚抢个两分，你刚刚 NBA 级是不是？蒙迪是我去年听最多的歌手，太屌了 AJ！ 来，来下一首歌。杰哥先的，钢弹水星的魔女祝福，正确，厉害！好吧，压手比的送分题啊！你怎么一脚蹬出了？对，我要先撸猫了，真正的蹬出来。第三名，杰哥要少分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杰哥太少分，就因为做18点来。哇，你很会做，哎，你很会做节目效果。不会，很烂。来，还真的有点耳熟，一定有，是你听过的啦。是不是电锯人？
猜啊，猜啊，猜啊，猜啊！猜啊我要这样讲，你现在接下来每一题都猜进去了，对吧？其实有机会，其实很有机会。哎，反正我下一趴给你猜嘛，炼巨人。错。我没猜，我这猜第一趴。去年我帮你塞了炼巨人。去年很红的歌嘛，第三名，第三名 ，B 好了。B 号。对。来，杰哥，进阶巨人是 Robling。我们还有惹他吗？惹了，刚刚慢慢上线了，终于上线了，然后被杰哥无情收割，他就把你投掉。第三名，那个，哦，这首超好听的。你要记得他的名字哦。然后脑中幻想了，我第二个，进阶巨人是恶魔之子，可恶，干，他算是我难得，就是我觉得进阶巨人我最爱的歌，就这一首。还是你只有看这一首？没有，那个只有红字中间那个我也很爱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还听不出来在唱什么歌啊？听不出来。第四年的钢琴。没有，你知道。留声机会播音乐，但有声机可能是坏的。第二名。第二名。宇哥，来三。等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闭嘴。练巨人，练巨人，练巨人。练巨人什么？知道吗？我想一下哦。那首歌叫什么？不要告诉他。歌名没有，我不记得歌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先猜 Keep Keep。什么？这个 Keep 是不是 ？Kiki 是不是？那哎，这不是 Kiki 啊。剩下的，疲惫，干，也是 AJ 已经把你的那个进击巨人收割掉了，他很坏，心结从在第一名了，以后我就会刻意要慢慢的时候没有要 AJ 这样，然后有他睡得很安详，第几名？第一名。其实我只是闲啊，我现在很缺。那我第二个。要讲歌吗 ？Spy Family。对。对啊，对。我不知道，这首我不知道歌名。这首叫什么？你们两个知道吗 ？OP One 的。叫什么？这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可以看到。你去唱，你去唱，你去唱。你去唱。说明你没有答案。也许你没有答案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歌名。歌名一定很帅。米克斯纳子，中文叫什么？混合坚果，混合的，对对对，混合坚果，坚果坚果，对对对，混合坚果太酷了吧！各位由此可知，我们明天我们要把那个背起来，我要把歌名背起来，以后就是十一到二十，没有一到十。我操！明天哎，我们今天什么？然后做一做哦，我们今天是十一到二十哦。有点像这样是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没了，我十一而已。我知道你零分。没有孤独摇滚。哎，对，哎，哎，搞啥了这？这首歌真的是太晚上，出了时间上的亏。现在就算去看，他应该还是没办法上前十。吃了年纪的亏，对，可能十到十一到十太浅。今年前十全部都是一。哎，想看一下那个，你可以看一下第一名到第十名的他的流量现在是多少吗？哎，我有记当时。他是说播放哦，好，你可以讲一下。一百一千。从第十名开始讲哈。第十名是那个马斯克尼尔是。1349万，然后再来是洛天，1468万，啊，接着就是到国王排名，对，我挑几个排名，国王排名就已经到2000万了。可是从年初我觉得也是有累积，对对对，然后润饼是3252万，那首歌，对对，进击巨人的欧美，好高配。恶魔之子跟 Keyback 都是5000万，混合坚果第一名啊，7000万，哇，他是 YouTube 快破亿了 ，YouTube 吧，对，我以为会是人气排行之类的，去年就是也是。播放量，对，我们今年的播放量总比去年还要低。然后我们公布今天的比分。鱼哥两分，是妈妈零分，是四郎三分，杰哥十一分，十一分这样。你刚刚跟我说你要水饺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后就后面就都很红的。你这阵子的表现怪怪的呢，不像你，没有，不像你，真的不像你。那我也才睡三四题而已。对啊。我哪知道后面就刚好了，他就累积起来，然后一起来就啊啪啪啪一次两分两分两分这样，很感觉哦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影片，耶！今天最近的杰哥表现的实在是跟不知道哎、欸、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他跟以前不一样，说明下次就有工伤了。确定的那一次再邀我，说明下次有通告费啊，可以有通告费的那一次再邀我就好了。好，刚刚感谢大家收看今天影片，大家记得订阅 AJ 频道。今天是场频道，今天满满频道，耶、yeah! ！
那大家歌曲的话有听哪些的话，也可以在上方留言跟我们讲啊。那我下部见，拜拜。